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古墓葬的数目有139458处。在我们的印象里，古墓总是和盗墓贼联系在一起，很多心思不正的人以此为生，甚至曹操还组建了专门盗墓的军队。那么，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是大古墓是哪些吗？哪一个不敢挖？哪一个找不到？这里是小豆之历史，订阅我，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秦始皇陵。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根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皇陵的内城中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顶上有用明珠做的日月星辰，地下布置了用水印做的江河湖海，而其墓中暗藏机关，为了防止泄露消息，地宫修建完后，所有的工人被封于墓中陪葬。至今，秦始皇陵未被开发，并留下众多的谜团。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是世界上唯一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而成吉思汗陵墓的位置至今都是未解之谜。现在的成吉思汗陵墓只是它的衣冠冢。据考古学家推测，成吉思汗陵墓里可能埋藏着从20多个国家得来的无价之宝，这也是吸引考古界前赴后继苦苦寻觅的原因。成吉思汗陵作为一座民族的丰碑，记载着蒙古民族沧桑的历史以及灿烂的文化。唐乾陵。唐乾陵是唐朝第三位皇帝唐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陕西唐氏八陵中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艺术价值最高的一座，也是唐氏八陵中从来没有被盗的一个。但是在1958年的时候却被当地农民意外地炸开了。不过唐乾陵是中国历史上陵前石刻的数目、种类和安放位置都从乾陵开始才有了固定制度的，一直沿袭到清代，历代陵墓大同小异。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是湖南地区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王侯墓群，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进行的一次举全国之力的大型考古发掘，在我国考古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戴侯立仓家族的墓地，凭的就是一具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古尸。多少皇帝想在死后拥有不腐之身，最终只留下几根骨头。由于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同时为扩大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各地的影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曹操墓。曹操墓一直处于未解之谜，直到2009年时正式确认的消息，坐落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学村，现在的安阳高陵。曹操生前仇人较多，而且名声不好，据说曹操就造了70多个假墓来迷惑世人。虽然安阳的高陵也存在质疑，在发掘考察和考证史料后，已经认定了这座墓的墓主人就是曹操，一切的证据都指向这座陵墓高陵就是曹操的墓地。邙山陵墓群。邙山陵墓群在中国历史上有24位帝王先后埋葬在了邙山之上，其中包括东周时期的王墓8座、东汉帝陵5座、曹魏帝陵1座、西晋帝陵5座、北魏帝陵4座、五代后唐帝陵1座，是中国埋葬帝王最多的地方。此外，在2008年年初的时候，东汉帝陵与邙山陵墓群被列为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由此可见邙山陵墓群有多重要。秦宫一号大墓。秦宫一号大墓是秦都雍城遗址秦宫陵园中最早发现、唯一发掘的最大墓葬，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仅一号坑就有186具墓葬遗骸。这座大墓也是盗洞最多的一个，尽管被盗多次，但它出土的文物还是非常的多，也具有研究价值。尤其大墓中出土的石磬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酷似石鼓文，依据其上文字推断墓主人应该为秦景公。清东陵。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为完整古代帝王陵墓建筑，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2位公主，共有161人。如今清东陵已开放了10座陵寝，有清代最长的神道、清代规模最大的石像生，还有目前国内唯一被誉为地下佛堂。石雕宝库的玉陵地宫石刻，以及号称清陵之冠的慈禧陵空前绝后的豪华装修等，清东陵也是中国陵寝史上最后一个辉煌时期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明十三陵。明十三陵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共传16帝，除太祖朱元璋死后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建文帝朱允文下落不明，代宗朱祁钰在夺门之变后被废外，其余13位帝王均葬于此处，除长陵外，其余的陵恩殿均遭摧毁。定陵地宫是13陵中唯一挖掘开放的地宫，不过很阴森，还有明永陵，据传永乐大典很有可能陪葬在嘉靖皇帝的明永陵当中。西夏王陵，西夏王陵是西夏历代帝王陵及皇家陵墓，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西夏陵九座帝王陵墓，200余座王侯勋戚的陪葬墓，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这里是研究西夏文字以及西夏文明都提供了有力的价值，并在2021年10月18日宁夏的西夏王陵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悠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不断循环，出生成熟又衰亡，千古江山舞榭歌台，转眼间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帝王将相风流人物只留古种后人瞻仰。悠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给后人们留下了神秘神奇，甚至有关故事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四大古墓，不敢挖的秦始皇陵，挖不动的昭陵，找不到的成吉思汗陵和在海里的沈万三墓。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虽历尽沧桑饱受磨难，却延绵不断，历久弥新，是世界四大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开启。在这源远长流的历史长河里，古代中国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明、清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在这些璀璨的历史文明里，有着数不清的历史遗迹，其中最令人着迷和好奇的，我想应该是古墓了。在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爆火过后，每个男生或多或少都有些向往那种有梦未马随处可栖的生活。这本墓葬题材小说的爆火，也让现实生活中这些历史的遗迹曝光度高了起来。古墓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想象中神秘、充满冒险和宝藏的地方，无论是电影、小说还是游戏，古墓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随着现实中的考古发展，更多的古代墓葬被发现，使人们对古墓的兴趣不断加深。古墓通常是一个远离喧嚣的地方，隐藏在风景优美的山脉之间，进入古墓仿佛是穿越了时空的隧道，踏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墓穴内肃穆而静谧，墙壁上刻满了神秘的符号和图案，使人不禁产生遥想和疑问，这里曾经葬着何等伟人或传奇人物，古墓内的宝藏是否还在？面对这些未解之谜，探险者们的冒险精神被激发，他们愿意冒生命危险探寻古墓中的秘密。古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代文明，在埃及有埃及金字塔，那里葬着古代法老王，在中国有秦始皇陵，那里葬着中国第一个皇帝，在墨西哥有玛雅文明的古墓，那里蕴藏着各种神秘的符号与预言。这些古墓的建造不仅仅是为了安葬重要人物，更是一种宗教信仰和文化的象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古墓逐渐变成了探险者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些古墓中发现宝藏，并解开其中的谜团。虽然古墓的存在使得我们相信宝藏的传说有可能成为现实，但要进入古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古墓多半隐藏在困难的自然环境之中，山崖陡峭，林木茂密，前进的道路异常险恶。其次，古墓内往往设置了各种陷阱，如滚石、毒箭、机关等，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困境。再者，要想解密古墓所蕴含的谜团，对历史、文化和宗教知识有着相当深厚的修养才行。即便如此，很多探险家还是前赴后继踏上了征程。古墓的探险十分刺激，且充满了未知的冒险。经历了一番困苦和考验之后，探险家们可能会在古墓中发现一些意外的宝藏，如金银珠宝、古代文物，甚至是神秘的符咒或魔法物品。这些宝藏不仅有很高的价值，还可能会打破某些历史观念或提供新的学术发现。
这种充实感和刺激感使古墓的探险成为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当然，现实中的古墓并非都是丰富多彩的冒险，许多古墓被考古学家当作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各种科学手段进行保护和研究。他们通过细致入微的工作，逐渐解开了古墓的谜团，还原了古代文明的辉煌。这种对古墓的认识和研究，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综上所述，古墓是一个神秘而充满冒险的地方，它们承载着古代文明的记忆，代表着历史的秘密和宝藏的希望。古墓的探险不仅仅是一种冒险精神的体现，更是对人类历史的探索和理解。无论是惊心动魄的探险故事，还是精彩纷呈的考古发现，古墓让人们对过去和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好奇心。